两位主持人，在座各位乡亲、各位时代，大家好，感谢。看到这么多人，真是非常非常的得到鼓励，真欢喜，感谢各位，感谢各位。这比我选馆长的时候人更多了，所以因为在这里主办单位给我三分钟，所以三分钟我想起有一个在差不多一百公元差不多一百六十三年前，就是163年前，那时候美国南北战争，南北战争的时候，那时候的总统什么人叫做林肯，对吧？林肯有没有？南北战争的时候林肯他发表一个三分钟的演讲，在美国一个宾州叫做 Gettysburg， 在那个所在有三分钟的演讲。他三分钟的演讲变作在美国近代史大家公认是上界有名的演讲。他演讲内容讲啥？他就是南北战争的时候，他就是呼吁美国人，不管是住在北边，不管住在南边，他说大家都要团结合力，到我就能创造一个有自由、有平等、有公益的社会。伊就是用这个做主题，伊讲就是爱安尼，世间这个所谓民治、民享、民主的国家，这个政策、这种体制，都要当保存掉嘞。所以不管是北军还是南军，都要整合。伊迄个演讲结果三分钟尔啦，三分钟以后要听的伊演讲已经无啊，伊演讲结束啊。所以讲伫只我三分钟，我伫只嘛是同款，我要照伊的话来讲，这场的选举。是跟当时伊南北战争的时阵讲的，要让美国会当整合、会当团结、会当保存着这个民主自由的生活。这场选举咱若输去，咱就是无像今暗这种机会，通让恁个当这所在集会来关心台湾的代志啊！大家有赞同我的讲法无？这局一定要赢，这局若无选哦，蔡英文台湾就输去啊，就放弃啊，这是咱的共识。这是咱的共识。啊，若选蔡英文，无选到蔡英文，国叫马英九当选的时阵，咱咧讲啥物民有、民治、民享，这个物件拢完全没有啦，都无去啊啦。所以伊当时的三分钟的演讲，我照伊的主题，定按伫这个所在，有啦，剩阮三分钟，我希望大家记好条。这将近差不多150年以前的代志，美国人当伊阵的总统就安尼讲，今仔日。150年以后，咱台湾面临着要失落民主、自由、人权，咱伫遮一定要把握这张票。各位，互我拜托一下，总统一定要选予蔡英文。啊，若伫法院爱全部上垒，予民主进步党会当100%，上少50%以上，才当来帮忙蔡英文建立一个民主、自由、民治、民享、民用的新的台湾的国家，安尼好无？好。拜托各位，感谢各位，感谢各位，感谢，感谢咱第一名的老馆长。第一件事，如果邀请大家，给老馆长给伊上大的温暖，给伊上大的鼓励。丹东山，东山，丹东山，东山，丹东山，东山，丹东山，丹东山，丹东山，东山，东山，东山。感谢，感谢。漂亮的，所欢的馆长，咱用掌声来给欢迎，来给感谢。这边嘛是蔡英文，台南市竞选的英武主任委员，多谢。感谢两位主持人，以及范迪亚所敬爱的咱台南的父老长辈、国家的主人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今日鼓励投票，明年正月十四。还剩几天，咱就要选出下一任的总统。还几天，还第18天，台湾的命运就要来决定，对不对？各位，还18天，咱登记第一号蔡英文主席，若当选台湾第一任的女总统。阿咧台湾的前途就会当确保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如果台湾人伫这个时阵，若要大团结，
阁予马英九继续连任，安尼下一任，就是国民党要甲共产党签和平条约，就是投降的条约，对不对？各位，阁十八天，咱上烦恼的，就是台湾要继续确保自由民主，要捍卫咱的主权。啊！是台湾投降变作中国的一省，就是咱台湾人民团结的时阵，对不对？各位，这不是一个在平壤时啊，甲咱讲伊要保护国旗，但是看到共产党来，国旗收收的这个欺骗的政党。马英九就是这个欺骗的政党的总代表，对不对？各位，这不是跟咱欺骗，这不是跟咱要跟咱的主权卖去中国。马英九这四年来是证明伊是一个无能的总统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在网络内底，大家呐。查马英九这个字，第一个出来的文字叫做啥？马英九就是无能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家己做馆长的中间亲身体会，咱新野区柳营交流道，伫阿扁啊总统要卸任之前已经核准了。但是伫马英九的手头，环境影响苹果拖两冬，甲即嘛，柳营交流道联络道路，当时台南县政府已经起好啊，甲即嘛经过四冬，阿扁啊准的物件也无法当做，这就是代表马英九无能的具体证据，对不对？各位。马英九今年为着农产品的代志，会使讲咧，予全国的农民甲骂甲要死。但是伫阿扁的任内，咱为着要甲过去热天的时阵，山啊若生产，爱倒去詹文溪。伫阿扁的任内，咱台南县甲争取一个蒸热处理厂，即嘛咱。山啊，消去日本是上界珍贵的台湾的代表，对不对？咱不止山啊，唔免倒去詹文溪，咱消去日本，和日本人上爱食的山啊，都是来自咱台湾，咱台南的山啊，对不对？各位，马英九的无能有真侪证据。咱知影八百水灾了后，干那詹文水库分偌济，分1,700,000方的土。马英九做总统，八百水灾到即马几冬啊？三冬才清偌济？三冬才清500,000方，500,000方嘞，拄啊干那0.3%，清1/1000，这是毋是无能的代表？对不对？各位，马英九讲伊要发展绿能，但是伫伊个任内有真侪厂商来台南县，讲要投资，要去海边啊设太阳能厂，要去台糖个农场地设太阳能厂，投资个人来拢有啊，都是因为行政伊个规定无法度开放，经过3-4冬，即、這个投资案。就是因为行政伊无效率、无能力，到现在无法断发展。各位，马英九若继续执政，台湾就要发展，只有蔡英文做咱的总统，安尼台湾才会发展，对不对？所以拜托大家，最后18天，台湾人大团结，咱就第一号，咱的蔡英文、蔡主席。当选第一任的台湾的女总统，好不好？
咱予咱优秀的五个立委候选人会当全力打，好不难，好不？谢谢。感谢，感谢咱的少年观众。